我们敬宗真的是方便当中的方便啊，它方便在哪里啊？方便在一句佛号啊，心里头就像六祖所说的，不思我，不思善，善恶都没有，只有阿弥陀佛，这就叫净土。你只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中，你心就放光。什么境界到里面，你照得清清楚楚，你处理得非常妥善，没有阿弥陀佛就不行了。没阿弥陀佛，就变成自己的意识了，自己的意识就会产生过错，这个过错带给你很大的麻烦，啊，说不定造很重的罪业，啊，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，所以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心里头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第一桩大事，念佛；第二桩大事还是念佛；第三桩大事依旧是念佛，你就成功了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个世界有缘，等到众生回头喜欢佛法了，喜欢净宗了，我们再来。哎，他还没搞清楚，我先成就自己。重要啊，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世间一切事随缘，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随缘，搞自私自利的事情我们不搞不参与，我们就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与他也没有妨害。啊，与自己得真实利益，所以不是到极乐世界享福，是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的。啊，到那边成佛，成佛是为度众生，不是为别的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